我是铁道理想派走的，我在2018年3月13号没事管的18:09首发车是350，至今有没有信号系统的我小区呢，对吧，区域呢等于实际没事管的。有想我的影片跟帮在你们都点我们大家看面，本次列车沿途您看新没事管到新左营区间中的故障，跟329至今有没有信号频道的 A565 台湾东西站频道彩绘优化改造4辆一组要摆行进的，要看到513次会不会通过的。好，现在350是进入频道信号新准的全车，大家就进站了。不知道是误点还是准点吗？来来来，350是进入频道信号新左营的全车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留下我的影片跟发站，你都点到激光影片。点亮了，拜拜。为小圈的改革更好，准点王道。来，各位观看350是静阳频道信号新左营的微笑圈呢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各位看到相片干嘛在你都点不到激光航天。856加85微笑圈，谢谢各位观看。那相片干嘛在你都点不到激光航天。点亮啊，再见。